径跟一号营地都没有人。对，航线起始端其实大家可能会害怕，因为这个真的是告诉各位观众，就是如果你们想减肥的话，其实喝可乐零度跟那个什么百事可乐差距不大，真的不大。嗯，而且的话，我觉得蓝色的和白色的可乐也都没有什么区别。好，这边一丝血下来了，背水啊，背水一阵破釜沉舟，领这一波，我残血打过了。哇，他是大型、哦、是队友，伞兵在背后帮他袭击了一波，保护了一下残血的令。哇，这波好感动啊，令公主嘛。哎，发小裙子不能倒，又一丝生机。这边 XQF 的 Para Boy， 这叫什么？这叫巾帼不让须眉。你看，先行开箱，先行注意到对面，想开箱吗？哦，一场多架，没想到来到咱们枪石碑还要打 Kito 倒了。哎。好舒服，哎呦，抢了一个人头，对，可以，再来，我的天哪，哇，一穿二，这一波枪法不得不说啊，全自动，真的是稳，稳，嗯，奥达奥达，而且这边的话全杀走了，要走，放倒了一个，有机会吗？有，拉过来，一换一，打了两个，没有办法，有人补枪，瞬间死完两队。把叮当给收走了，最后他打了好紧张，都是有一定优势的。对 SMG 一定要打出手，能不能先打开一个突破口？帅、哦，一个放到了一个，哎呦，来一打一，伞兵残血，伞兵有机会，结束了，最终伞兵恭喜 SQF 掉了人头，是的，拿到第三场比赛的胜利，而且这边很平均啊，四四一人四个套子。欢迎来到虎牙枪神杯 S3 和平精英项目娱乐赛第二天的最后一场，也就是第四场比赛，他们也是从自闭城杀出来的，这一场依旧选择了自闭城，但这一场跳的人因为航线的关系比上一场多了很多，这边想冲，令公主率先没了，第二个人拿出来，这么说伞兵没血了，再拉，换一下连喷，放倒了一个，换子弹，子弹吗？先强补，但是对面过来了。挡一下子弹，这一波转移好快，但是很害怕这一波令会不会被补掉，没办法。令没得了，淡蓝的长区。哎呀，令公主倒了，还剩下伞兵这一波，怎么从守防区是喷子的情况下，在一个房间，大家可能墙角各一个。哇，哦，一波反打，一穿二。哇，这波有点猛的，反应太快了，转身就是一喷，跟这个面前的，你看有恶势融为了一体。哇，伞兵在这里刷了三个人头，我的天，大家都知道他的位置，但是没有办法去清掉他这个点。是的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赶紧舔包，摸到了一个大包，但他们清完这波人以后，你看他们近点基本上没什么人了。对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两个人如果像他们这样选择同一款服饰，特别好迷惑对方。哇，是，又是 YC 的一波清点。对，就比如伞兵，伞兵打的伞兵。这个距离也要打吗？这个距离也要开枪吗？就告诉你我在，你来。哎，再来自闭城，自闭城的 MVP 这波一三实在没有能够守住。白菜都是拿了六个淘汰了，但是没想到两个人直接满编攻了进来。LG 的可乐跟统治杀疯了呀，山上打得很欢。我的天哪，这可乐跟这个统治真的是统治了整个战场，电竞和平精英推土机，嘟嘟嘟嘟嘟嘟推起来了。一人五个淘汰，现在全队十杀。是啊，看到了下面的伞兵打下侧身，对，别上，因为他一直扛着信号接收之外的一个伤害，要急着跑去，没有办法。哇，这边统治是边跑边打，队友能不能补上把 CO？ 是，我边跑边没有办法。瘟疫这边的话一穿三，那这样的话，哦，一终于一个是，对 ，LG 是结束了罪恶的一生，杀真的杀疯了。哪怕是拿到了十个淘汰，也是没有办法。但是他们俩冲这个房间真的不好冲啊，所以他们这波应该是不准备冲了，因为他而且看场上的一个胜局的话，哎，知道了野外一个人新把野外的 CEO 温一给冲了，那就一波二打一了，二打一，要冲，二打一直接进去了吗？先开门，没有，先开个门，从右边进，先一枪再开个门，开门，比赛结束了。对的，两个门同时开的话，实在是独狼不知道去应对哪一边。恭喜 SGC。这边幽灵跟乐仔人均两个淘汰，然后拿到了本场的胜利。